月后就去美国了。那一起去，你是女孩，真的好棒啊。你说什么？骂你耳背了。社长邀他一起到纽约去，他向你求婚了，对不对？没有要结婚。没有要结婚，那我们呢？他为了自己要丢下我们去纽约，姐要走了，怎么生活？要我怎么念大学？明天你跟我带汉杰去他生母安息的病体。汉杰啊，前几天你见过那个李英才了吧？是。那个人就是你的生父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每8分钟面膜，咖啡王子1号店。